东门永康街过去两年萧条了好一段时间，如今观光客回来啦，屹立不摇的老字号都笑啦，新兴网媒店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啦。今天我们就要带着永康街除了芒果冰之外还有什么好吃的心情，狂野的美食探索看看，究竟这些排队的人们到底在排些什么好康的呢？欢迎收看今天的忙排一整天东门片片片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你们才要这样去嘞。忙排一整天，今天我们来到东门捷运站。东门呢，这边就有一条街非常有名，叫做永康街。今天因为苏雅不在，马上去环岛了，所以呢，今天就想偷约网友出来见面一下。今天就是要跟着超强一起去吃东门的美食。那个观光开放了吗？我们今天就是来找一下有没有一些我们没看过的，非常多的游客涌峰进入我们的肚心，我们啊蜂涌吗？对不起，跟着观光客吃。Yep， let's go go go。哎，前面有那个，等一下，该不会是芒果冰吧？还是我们先跳过，我们先挑一些没有人知道的东西，好吗？哎，这边这个什么饮料店可以吧？这就是我们四季甘蔗青他们招牌，然后我平常也都喝这个。哎，超解渴，你来喽！哎，打现在在哪里？哎，我是停不下来，好爽！这个天气就是要喝这个，拜托。它的那个甜也不会很死甜哦，因为它是天然的甘蔗。Yes。哦，不行，我不活了。今天的胃就是因为它的开启。对，我觉得选这个开场很不错。我要给它一个超高分，4.6。哇，太高了吧！现在完全符合我的生理需求。你想讲的是什么？你还要讲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吃下一家喽。耶、！非常快速的，我们又来到了另外就哇靠，这个等一下这个队伍。这是我说的葱烧饼。这个是天津葱烧饼，然后旁边这个是越南的面食馆，那个也是蛮有名，可是今天没有在排队哦。So sorry。我要排这个。九层塔加蛋应该是吧，应该是最有名的吧。对啊，我自己都喜欢吃火腿。哦，他喜欢吃火腿加蛋。好酷，大家都吃。大家都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哇，那个球球。对了，这样才会松，才会散。哦耶。不开玩笑，它的九层塔直接是你在那么远的地方都闻到，超级爆炸香哎！它的外观看起来有点残破不堪，然后就以大小来讲，我觉得好像也是中等。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下口，因为它的料跟它饼已经分离了。大家吃饭难会像我这样子吗？这口应该看起来是有料又有酱。那个饼很香啊，它饼煎的那个有点稍微有点小小焦焦的味道，但九层塔是沾加了很多呢。但是你说真的，没必要排那么久，我觉得还好，平均水准以上一点点的，3.8。我觉得它的辣椒很好吃，有辣椒本人在里面的那种，因为九层塔很新鲜。如果外国人，我觉得他们没有吃过葱抓饼这个东西，来吃这边，他们就可以吃到一个。下飞机必须来。可以先休息一下再过来。对，3.5。那家很多人呢，要不要去喝？我们也快喝完了。进发家，排超长哎。哦，等一下，他忙在躲雨。哦。那我们要去排一下吗？门呢？哦，门在这。要进去吗？就这样子非常意外的走进了西藏的神秘国度，很酷。这边我觉得音乐很好听，好文化宗教的感觉。但它那边很多宝物，你看，就散发出一种能量。这件我觉得是 OK 的哦，刚买来吧，东门潮牌哎。本毛杂志，好漂亮哦！其实这个图腾是好看的，是美的，就很像刺青。对，但是有点，就是有点弯，就是了。热热温温的，很像狗狗的手。酥油茶搭配这个糌粑一起吃，你可以沾一下，然后吃。但是酥油茶要热热的，要热的香味，很香的。感觉它很像一个味道，我现在想不到。它看起来干，可是它是有绵绵的，就不会很甜。我很意外，因为通常长这样的东西都很甜。豆板好可爱哦！蛮咸的，称得上是好喝吗？很特别。好，我能理解的。
台湾有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很古早味的点心啊，这类的吗？没有，米德啦。嗯，淡淡清香。然后来沾一口，是不是有茶？咸焦糖。这东西，哎呀呀呀！它有点难融进去，你知道，因为它太扎实了，所以它吸不了汁，等于说它只有外面那层湿掉，里面还是干的。我会想象它是一坨融化的奶油，这个可以，这个我其实还好。太浓了，它有一点点腻。嗯，3.1。因为我老实说，我不是觉得它超好吃，我没有觉得它超好吃，一定是给它一个很特别的分数。我刚本来想要给4，哎，我给那么高是因为它很特别，所以我没有吃过这样子的东西。可能我一开始预想的把它想得很甜，可是它其实没有那么甜，所以我就觉得又很加分。哎，你太大了吧！你说你之前来的时候都怎么样？就人蛮多的。哎，你会喜欢辣蟹吗？哼，拜托，我超爱吃，好不好？但是麻辣烫。我们小菜呢是拿了他们这个苦瓜面，可能会有点偏重口味，来点清爽，真的很好吃，因为它是用咸蛋下去做饭，然后它那边还有油条，我觉得可以拿来沾汤吃，超罪恶，像麻辣火锅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也太巨大了吧，这分量是怎么一回事，葱好新鲜的感觉哦，哎，等一下，它是很多片啦，你看，哦，像是要这样撕开，好香哦，肚皮吗？我就觉得这个分量实在是给的有点太过于有诚意了，好像我们两个人吃，因为它就是那种狂野的美食。你多少钱？你觉得是划的？我看一下，200内吗？多了一点，230，就公道，对。如果这200内，我会直接大爱。好好吃哦，好多层哦，肉很大哎，很好吃，因为很嫩，可能因为它是有一些那种油花的。哇，后面站一排，保镖。我嘴巴满到没有办法讲话。但这个热拉面很赞，而且那个辣味道很夸张。它辣完舌头会麻麻的，可是是舒服的麻。对。油滋滋的油花，你看光那个红油在上面的那个色泽，太可口了。嗯，肉一样一口塞进去，它每个东西的大小、薄度都是一口塞的。哎，如果第一次约会跟女生来这种地方，哎，不行，不行哦。或是如果你要看到一个女生真面目的话，带来这边，原形毕露。OK， 那我要给它个4.6。那我给它高一点，因为我已经吃过3次了。跟我说吃一家店，我觉得好吃，可我吃到第三次，我会觉得还好。可是我来到第三次，我还是很惊艳，所以我给它4.7。基本上就是必来啦，推推推，大推。那我们前往下一家。先等我们吃完，然后先往下一家。谢谢。是软还是脆？它是中间呢。就是又软又脆。等一下，哦，我以为我吃到纸了，结果是我撕开芒果很香。我们夏天就是要点芒果口味。嗯，很香哎，我要从这里吃。很好，饼薄到我以为在吃纸哎。对，我刚刚而且颜色又很香。因为它鲜奶油不会很腻，还有那个芒果香，其实就是甜甜，然后夏天的那种清爽感，算是蛮惊艳的一个甜点。4.2，这个我给它4.5，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吃这种软软的可丽饼。Oh my god， 不得了！我们刚刚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它其实没有我们讲的那么肤浅，因为我们刚刚都是它折起来的时候最边边是单层的嘛，但是如果你今天咬到最里面的时候，它有一些些的饼皮部分是脆的，真的很脆，咔吱咔吱哦，直接把这些爱上圈粉，好不好？各一杯好不好？各一杯。没有在减肥吗？如果不减肥，芒果喝减肥。哦，今天不可能会来减肥。平常有，但今天以好喝为主。对。好，那你上次我可以做午餐啊。这妹妹有话要说吗？我觉得很好吃啊。Oh my god. I like this one. 哎，5分，5分，这次。好，
没有一起。我没有。上好特别哦。它是冰沙哎。阿姨都要加酸的，要加温都喝无糖加酸的。嗯。小朋友都要喝甜的。这个甜的比较好，天气闷闷喝酸一点，比较超爽。这是如果是要减肥，一定要减糖，这太肥了，太肥了。看你那么帅的话，我确实有在顶管了。哎，我也是，我是嘛。理论上是你可以直接实际咬到它的那个肉，我觉得喝起来是爽清爽，也知道是现打果汁嘛，所以对它也是品质也是蛮安心的。4.5，真的是差不多哈，哎一样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看起来是一个蛮区吗？这地方叫做榕井时光，然后它感觉上是一个比较新一点的台北可以来观光的地方。它就是一条小小的街啦。好热哦！哎，还有木头，木头，喂，木头。哎，这个超像，就是很像是那种明治小木屋的感觉。哎，这一面墙是古迹是不是啊？对啊，刚前面不是有写。原台北监狱围墙，请共同爱护。哎，很多人呢，哎，爆满呢，你看你们客满呢。嗯，这家看起来蛮有 feel 的。哎，好漂亮！我觉得它门口就已经是一个打卡景点了。咔嚓咔嚓！我跟你说，现在才下午6:42，那边酒吧哦，已经坐满了。进来直接进入这个状况，而且超美的。我觉得 ，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还有白桃酒哎。哦，没事，再来一个。我没了。吃煎饺吧，感觉是他们的招待。哎，不是招牌，招牌。希望可以来个招待。这是他酒，应该就是台虎精酿他们系列酒啊，蛮常见的，贱男处女啊。哎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而且你后面还有那个排行榜。强哥，你赶快上去，好不好？强哥。老公哎，下次你可以随便跟你一堆姐妹来，然后说，我老公。漂亮哎，它这个时间到了。哎呦，啊，哦耶，哦好香，哦好香，超香。你会看我的，我的是杨桃，很没有啤酒味耶，超好喝的。还有啤酒就是这样。我觉得它的皮很脆。可是可能因为刚前面吃太多咸食，现在肚子还有一点点饱，所以没有到很惊艳的感觉。但是啤酒很让我惊艳，杨桃啤酒一生推，觉得一进来那个气氛，其实我们从进来前看到里面很多人，我们就很被吸引，然后进来之后也是整个好、oh, OK 对，所以我会给4.6。哦，哇哦，其实没有特别突出啦，但我觉得特别突出的地方在它的酱汁哦，对，它辣椒好。摇一大瓢，这是好吃的，我可以一直吃，很下酒。很下酒。食物的部分我会给3.6啦，但是装潢可能太美了，所以我觉得可以有机会到3.8。走外的餐厅，吃装潢，吃氛围，其实蛮推荐情侣来下班跟同事一起来喝个水，聊聊聊天的地方。这边休息一阵子，应该就前往下一间店购。最后一道呢，我们今天的决定献给这个鸡白汤拉面。刚刚路上偶然经过的，他们排队。这种肉算是给的蛮诚意的，对，我觉得它的料很丰富，而且可以看到一整颗溏心蛋哎，哎，对，通常都半颗，贵，通常都半颗。我必须说，因为喝完酒，喝个热汤，极致享受，外面有湿漉漉的。清爽的鸡汤，就是会有那种味精味吧。你平常是喝多少味精拉面？因为有些拉面味道很重啊，像是就是拉面味道。不是啊，哎，我以为是啊。你到底在讲什么？我讲的是国语吗？它都是好吃的。最爽的吃法就是要这样给它素下去。哎，它不浓哎，应该说它不是，对，它是清爽，它皮也是狗狗的哦，狗而不腻，狗而不腻。嗯，那它切这大小是完全是一口塞，它真的太体贴了。对，让我们尝尝笋的感受。嗯，很脆。哦，有点酒味，有点花椒的感觉，哎，也没有花椒那么严重，但是小料比酒的感觉，你懂？这个温泉蛋也是要来吃一下的吧？糖爆，直接好吃到我斗鸡眼。我看到了，那个叫做阿黑眼，刚刚已经在我面前阿黑眼。刚刚跟老板说你很漂亮，所以他
好、哦，是吗？他不是说我很帅吗？哦，对，他说我们俊男美女，所以邀请我们吃他们的两个甜点。然后我刚刚本来是想要吃碰糖，可是他说他们今天碰糖卖完了，所以这是这啥呀？黑糖吗？黑糖，然后这个黑糖脆点，鱼酥吗？蛮像，蛮像宝宝。赞的赞的，好吃。布丁呢？上面那层黑糖，哎、欸，还是流动的。我本来还在酒醉，我现在酒醒啊，吃下去对吧？终于上上来了，它比麻辣豆腐还要甜蜜。嗯嗯嗯。啊，我要。鸡蛋味很浓。真的是那种很浓的布丁哎。是不是直接酒醒？哦，真的醒哎、欸。对。你没有发现我声音都醒了吗？有有有有有，声音醒了是可以录音了，对不对？可以唱歌了。好，谢谢。我的手里需要多大的勇气，我才可以一切归零重新。嗨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我们有点喝醉了，那我就回来这边棚内来跟大家做个结尾啦。那一样按照惯例，我们会选出今天我心中的 MVP。 我觉得食物我最推荐的部分，麻辣烫，我真的吃的最开心就是麻辣烫。甜点的部分我最推荐的就是可丽饼，又软又脆，这是我第一次吃过。饮料的话我一定推甘蔗的妈妈首选。 OK， 那还不错，我觉得蛮多东西好吃的，也蛮惊喜的，因为一直对于东门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美食的这个印象，哎，没想到今天确实有颠覆的想象，我觉得回头率算高哦，会还蛮推荐朋友去吃吃看的。那么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，帮忙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别忘小铃铛，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。下次还想要看到我们去开箱哪边的美食呢？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